久很久很久没有 vlog 了，每反正有出去过来 vlog 一下，来播一下瘾。其实我没有很 focus YouTube， 所以我没有每天做 daily vlog 啦。但是如果你想看，但是 vlog 呢，我偶尔会做一下。大多数呢，我会做 gaming 或者去旅行一下。所以你在 YouTube 或者在 Instagram 或者在 Facebook 看到东西呢，是最不一样。如果你想看更多的东西，我建议你们去我的 Instagram 或者是 Facebook， 我 Facebook page 比较 ，page 我是拿来做 gaming 或者是选的一些东西 ，personal 的就是来刷一下 Facebook 看什么东西看 ，Instagram 呢就比较贴身一点，就是说我有什么事情，有什么吃什么，去玩什么，我会与 Instagram 领先。对 ，Why not？ 我不会把全部 channel 都会把东西集中在一起，就是说你在 YouTube 看到 Facebook 又看到在 Instagram 又看到一模一样的东西，不会，我没有，我是没有这样 focus， 也没有这样集中。讲了这么多，我连一个红青灯我都还没有过。所以今天我星期六大多数会做什么呢？就是今天，不过最近我接到一个东西，就是我要 review 一个叫 monitor。最近我接到什么东西呢？最近我接到一个东西，就是我要做的是一个 review monitor。这 monitor 呢是来自 BenQ Jovi， 它是我相信我卖个关子吧。如果你真的是有兴趣这个 monitor gaming 的话呢，其实我只能说，只是你是个 FPS first thing player 的人呢，很喜欢玩 CS:GO 或者是其他比较射击类型的 game 呢，你可以去找一下我的 YouTube 或者是 page， 我也把 upload 在上面。在这边呢，我就卖个关子，我不讲这个 monitor， 因为在我的 review 我不想重复两次。你问我为什么我不要在家自己 review 呢？其实我在家我器材很不齐全啊，而且我朋友 Josh 嘛，但是我会打给他，我就跟他讲，就算我要你帮忙一下，我讲我一个 monitor 要 review， 哎哦来呀、啊，我讲哦你可以帮我 edit 吗？可以啊，就我。Why not？ 他的 studio 东西不很齐全，什么东西都有，所以我觉得，去那边拍，我觉得是比较会完美一些。如果好过我自己在家拍，一个人自己设置三脚架，或者是，就很麻烦，就是有人帮我。但是这次呢，我 review 呢，答应了优先要英文，华语也行啊，但是连我还是选了英文啊。至于说旅行还有没有去旅行呢？是有，我下个星期我就去旅行，去哪里呢？我也不跟你讲，我要做什么呢？肯定是比你之前看到我的 video 里面是疯狂百倍。对，所以大概这个 video 会在新年之前会出来。哦 ，shit， 我又出回来了，我很像是进错 parking 场啊。因为我记得，因为我爸那边呢，我走很远，因为我不想拿着这个江大哥 monitor 在那边跑来跑去，我应该是从这个路口进才对。因为呢，我把什么是把边楼上，它 lift 就在这里而已啊。哦，对对对，就是这里啊。Charge for lost ticket 50块。上次我试过，我来这边按的时候，是他那个电话直接开，然后他没有给我 ticket， 然后我就按 call for help， 然后那个人就坐过来给我一个卡。哇，真他妈的在！看到吗？我就说我的 parking 秀刚刚好，我差点就轮胎撞到这个。砖头，你看，其实是没有撞到的，我就停了。都说了吧，我把 game still 行了。说了吧，你看，超大哥，你看我手。刀，刀啊，几刀。哟，让我关玩笑。你的器材越来越多啊，越来越满了。这边呢，就是他做工的地方了。这边是他的电脑了，这边是他的风景。哇，漂亮。那我们 review 应该是会在这里。但是等下那个电脑是放在中间这边还是放在哪里 review？ 等下是反过去啊，就是在这里 unbox 包啊，像背景是用啊你。哦，可能你可以打个印在这个桌子。你在上面拍啥呀？
刚刚 4K convert 成1080就可以了啊。爽啊、哦！我看了整个小时。嗯，这个问题是不行。不是很难。你习惯了吗？我不习惯吗？第一次。找个会员名，我想做。找个会员名。刚刚我们就用这个东西来录。其实我一听录完全部东西，所以等下我再找回出来，到底我要的 part 是在哪里？然后我就 video 里面问。就算了，你找都不也没有哦。然后你看这个，我自己在那边找，不是他找。你看到吗？这个有几长？其实这边大概这样子两分钟，其实很多东西飞掉，要自己找回来。这个是找了部分，这个是也是找了，这个 part 还没有找啊。现在就要，其实还有一个在这里，它就很长。啊。A few moments later. Yes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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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s,自己说，那讲，后面我说的是的，大家去几个小时？两夜，赶紧来！我12:30一点到，现在几点？现在9:30嘛。我上个星期我也是陪你打机打整天啊，今天你陪我吧。不，今天我来那边陪你，你知道吗？给东西你做。看我可怜在，看我好像那种宅男。不是宅男，这是你强项吗？不要浪费，要 keep 着用，不然你这样，不然你这样变吵，然后像我这样，酒不也得会不会哦？啊，我会的话，我就不用来找你咯，那你就找我一个朋友哦，是这样的吗？你会呢，还是找你的吗？我会的话，你又不用认识我了哦。就是啊，知道没得。Okay. 你不是找我看一下，你知道吗 ？Unlike 没关系，最重要看喜欢的就 subscribe， 不喜欢就给 like 啊。不喜欢就给 like 啊，喜欢就 subscribe， 不喜欢就给个 like， 就这样简单吧。所以你们没有得选。快点吃饭了，现在多点了，你知道吗？10:00。你也裸体拍我。吃饱了，拜拜，拜拜。现在呢，我就要驾车回家了。现在已经是11:22，哎，回家来讲。接到脚了，然后我把这个 monitor 也安装上去了，所以这个算是我新的 monitor， 这个是 BenQ 的，然后这个是我旧的，这个是240赫，这个是144赫，其实这个已经是很算那个很好很好 monitor， 但今天有机会用到这个，是不是更好？所以呢，之前我的 CPU 呢是放下面这一边，但是由于你后面的 wire 又不够长啊，原装的太短了，因为我有时候我要 adjust 过去，再从床上看过还是 adjust 不到，所以。卑鄙这个东西放在这里，所以你看我这里也是不喜欢有灯的，因为很多人流行电脑的时候 RGB 很多那种啊五颜六色的灯，但是我不喜欢。然后这个就是我新 set 的 mic 咯，然后这个是我 mouse pad 的 keyboard everything。 So 好了，今天 video 到这边了，如果你喜欢的话 subscribe 一下，不喜欢就 like 一下吧。 OK， 拜。